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今天樱桃奥特曼来到了超市，还有来买美味的食玩，还有奇趣蛋。他拿了一枚500块钱的面包超人硬币，他会买到什么好玩的玩具呢？超市里来了一批新的奇趣蛋，樱桃奥特曼看了一下，他选择了红色的奇趣蛋，正好口有点渴，他还选了一杯橙汁饮料。肚子也有点饿，他还选了一个便当。就先买着这些吧。让我们来看一下樱桃奥特曼买的红色奇趣蛋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这是玩具的种类。原来奇趣蛋里面是两个奥特曼的迷你人偶，左边是迪迦，右边是初代奥特曼。大家看，他们的背后是这样子的。原来啊，他们在做飞行的姿势。让我们把他们放到篮子里。樱桃奥特曼肚子好饿啊，正好有面包超人的意大利面便当。好美味啊，肚子没有那么饿了，口有点渴，正好还有橙汁。橙汁也好好喝啊，樱桃奥特曼恢复了能量，眼睛和胸口发出了光。突然，篮子里的两个迷你小人偶变成了奥特曼软胶，太神奇了！樱桃奥特曼恢复了能量，还买到了两个软胶玩具，他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赛罗奥特曼也来到了超市，他来买什么呢？他拿了一枚50块钱的硬币。赛罗奥特曼看了一下，他选择了蓝色的奇趣蛋，这里面有什么惊喜玩具呢？正好肚子有点饿，让我来选一个饭团吧。原来赛罗奥特曼喜欢吃饭团。再来选一个甜点吧，这个布丁甜点好像还挺不错的，就先买着这些。赛罗奥特曼买到的蓝色奇趣蛋里面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这上面是初代奥特曼。原来奇趣蛋里面是两个迷你的怪兽人偶，左边这个是巴坦星人，右边这个好像是在睡觉的哥莫拉，背后是这样子的。让我们把它放到赛罗的篮子里。赛罗奥特曼肚子好饿啊，正好有美味的饭团。吃完饭团的赛罗奥特曼肚子还是很饿，他把布丁也吃下去了，太好吃了，肚子终于饱了。突然篮子里的两个迷你怪兽人偶变成了怪兽软胶，他们分别是哥莫拉还有巴坦星人。不好了，怪兽又来攻击赛罗奥特曼。赛罗奥特曼赶紧逃走呀。贝利亚也要来超市买玩具，他拿了1块钱的硬币。贝利亚刚来到超市，肚子就咕咕的叫，他先选了一个黄色的奇趣蛋。哇，这里还好多食物啊，这个便当好像也挺美味的。我最喜欢喝苹果汁了，这个也要了吧。这里还有一个肉馒头，看起来很美味呢。这个三明治好像也挺不错的，上面有好多水果呀，有草莓还有柑。那就先买这些吧，
贝利亚的皇室奇趣蛋里面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这是第一个迷你的怪兽人偶。这是什么怪兽呢？它好像在吞食另外一只怪兽。这是第二只怪兽，看起来好可怕呀，它的脸是朝下的，嘴巴朝上。第三个怪兽看上去好像是一条龙盘旋着。这是什么怪兽呢？最后一个怪兽最可怕了，拿着一把大刀，然后尖尖的獠牙。贝利亚肚子好饿好饿，他要赶紧来吃东西。哦，贝利亚一口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突然，贝利亚的迷你怪兽全都不见了，他的头上出现了一只大怪兽。天哪，这只怪兽身上有好多尖刺，还有一个大大的角。这是什么怪兽呢？你们知道吗？贝利亚好开心啊，他召唤出了一只大怪兽。他坐在了大怪兽的脚上，贝利亚和他的大怪兽开开心心的回家了。